下班。请等。啊？等会儿下班，把方案改一下。嗯，不是夏总，咱公司就我一个男人吗？你能不能找别人？再说了，我都连续加班一个月了，我不加。废话，你自己做的方案你不改谁改？啊？不是，夏总，这方案这不挺好的吗？好，来，你来来。啊？啊，在哪儿呢？我不，千德啊，不行你回家去吧。行行，我陪着你。那个，我去倒杯水啊。夏导，改完了吗？马上。床我都给你铺好了哈。嗯，好。啊啊，你看这个花草你喜欢吗？一会儿你就盖这个。那个都到凌晨了，就睡公司行了。我又不打呼噜。行，你过来看看这个方案怎么样？哎呀，不用改了，我那一版客户已经确认了。有人？什么？我这改了一晚上，你说不用改了，你耍我的吧？不是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方案不用改，挺好的呀。你是故意让我睡在公司吧？不是，是你不让我走的。